以为我好帅哦。哇，你们这些匈奴，以为你们不是这么肤浅的人。我决定要玩我的一生挚爱，我不玩了，我把它干掉了。哦，雪，好帅！一生挚爱，你们有看到他吗？我的一生挚爱，还有眼睛，两个眼睛的阿敦。怎样？我应该不会说一生挚爱，就我又抽到典藏，谢好敦吧。我以为我好帅哦。哦，我看他打他一下吗？额头碰额头，他是不是喜欢我了？要亲了吧？干！我才想说打他一下而已。哇！我是不是要死啊？我没办法跳哎、欸！他就是一直接着，一直接着、欸、我们是不是这里应该玩王毅了，对吧？你们这些小色宝，我就知道，傻眼。你们是那种人吗？新鲜王毅，那很明显你们就是啊，很明显你们是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们说你们是这种人吗？新鲜王毅，谢谢，那你们就是啊，并没有。你看你们的发言，不是嘞，选王毅了吧？还敢说不是？哎呦，王毅这么强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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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有料哎、欸！是，但是你们还是很色，不管。哎，他玩起来很过瘾哎、欸！好大的招，傻眼！你们这些匈奴。匈奴不够劲，傻眼哎、欸！我以为你们不是这么肤浅的人，竟然在那边看人家凶，太夸张了！我看错你们了，马超来了，马超来了！个，哇！Oh my god, holy shit! 肚子攻击，马超好帅哦！怎样怎样？爱了，爱了！呜呼！好正哦！我在想到马超在哪里，看不见了，结果他在我后面，太烦了吧，阿超，我没看到你了。放你们去睡觉，不给你们看网页，最后一眼，拜拜。最后一眼。怎样？怎样啊？我就问怎么样嘛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留言让我知道哦。